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未来之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娜。今天呢，非常的开心啊，吕米娜。我帮吕米娜请了一位这个中文老师来教这个吕米娜的这个中文哈。在教中文之前的话，我怕这个上课的时间的话可能会有点累哈，因为吕米娜上课是一个小时，而我上课是两个小时，加起来是三个小时，一个小时教吕米娜中文，两个小时教我英文，所以这位老师的话非常的厉害哈，会中文，还会这个英文，还会尼泊尔语，还会印度语啊，但是印度语我就不学了。在这个上课之前呢，我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点心，怕我们这个大家都饿了，老师饿了，那可能教书可能就很辛苦了。来，我们这个看一下，大家这个这是吕米娜特意这个准备的哈，吕米娜这是什么？这是丹摩特。丹摩特，我不知道啊，丹摩特这个非常好吃哈，吕米娜非常喜欢吃，想必老师也非常好，非常喜欢吃，因为老师也是尼泊尔人嘛。还有这个面包哈。因为这个面包的话，怕这个上课的时候有点这个累，我们就吃个面包啊，你别全吃掉哈。好的好的，那我们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和老师见，好。现在老师已经来了啊，已经在教这个吕米娜这个语言了。现在我们去看一下，因为现在已经快到九点钟的时间，快到下课的时间了。我们去看一下吕米娜学的怎么样。Hello， 吕米娜。你在学习什么？我在水果。你在学习水果？是的，我在学习水果。OK， 我看一下，这是水果，我看一下。这是水果。OK， 这是什么？苹果。这苹果。是的。这呢？橙子。这是橙子。OK， 这呢？香蕉。这是香蕉。是的。OK， very good， 非常好。这呢？不知道。这是不知道。是的。老师教你。老师，这什么？梨子。梨子。老师教你是梨子。梨子。椰子，椰子。这是椰子啊。这是椰子。这是什么 ？Pineapple。这什么 ？Pineapple。Pineapple。Pineapple， 英文名字 Pineapple。英文名字 Pineapple。是的。哦，你的汉语说得很好，你知道英文名字叫 pineapple， 在中文名字叫菠萝，菠萝 delicious， 好吃，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的，以后去我们中国吃菠萝 delicious， 非常好吃的，李米娜，你喜欢吃菠萝吗？是的，我喜欢。你喜欢吃菠萝？是的。OK， very very good， very very good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现在是快九点钟的一个时间了啊。芒果。梨子，梨子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们下课吧，我们先。OK， 下课。我们下课，我问几个老师问题啊。因为老师来教我们这个吕米了啊。老师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忘记了。你好，我叫马山多。马山多。OK。这是我们这个马老师哈，取了一个中文名字，这个。我们的老师，我采访一下老师，他对中国了解多少啊？老师，你去过中国吗？我去过了。去过了。是什么时候去的？四年以前。四年以前。对。我们老师四年以前就去过了这个中国。你是去中国哪里啊？去中国湖南。湖南。在湖南。湖南长沙。长沙是的。OK。长沙城市。长沙城市，你是去那里旅游的？旅游。OK， 去旅游，去那里玩。我爸爸住在那里的时候。哦，你爸爸住在那里的时候。对。你爸爸是在那边工作还是做生意啊？他有一个工作。他有一个工作。对。OK， 所以你就去。宾馆的工作。宾馆的工作。对。OK， 所以你就去那里玩。旅游。去那里旅游。OK。你喜欢中国吗？这个。我喜欢，我喜欢。哦，你觉得中国怎么样啊？你觉得中国？中国的生活很好。很好。我住的时候，我玩的很多。玩了很多。OK。你觉得中国和这个尼泊尔有什么饮食文化，就吃饭有什么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吗？你觉得这个吃饭？吃饭。Yes。在尼泊尔，一个一样。在尼泊尔，我们吃米饭；在中国，他们，你们吃米饭，这个一样。一样的啊，只吃米饭是一样的，吃菜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啊。菜不太一样。
不太一样。OK OK， 老师，你除了这个学中文之外，你的中文是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吧？在尼泊尔，你知道吗？在尼泊尔有一个外语大学。外语大学 ，OK OK OK， 老师，你会说这一个汉语啊，还会一个泥语是我国家语，英语，对。OK OK， 英语、印地语、尼泊尔语、汉语四种语言，是非常厉害，我们老师非常厉害啊。嗨。所以我请的这位老师来这个教吕米拉哈，吕米拉你会几种语言呢？是的，搜索。你会搜索汉语，还会这个英语，还会尼泊尔语，还会印地语，也是四种语言哈，只不过这个汉语只是搜索哈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小视频先做到这里，我们下期更精彩啊，欢迎大家订阅哈，这个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